罗森与火星哥最新合作单曲 APT 在全球都引发热烈回响，不止空降排行榜获得极佳的好成绩。 MV 中罗森与火星哥一起演奏合唱互动， MV 在 YouTube 上播放飙升，发布三天突破2000万播放，点赞数超过250万，成为2024年最受欢迎男女合唱 MV 音乐作品。虽然 APT 还在美国 iTunes 排行榜上取得第八位的好成绩，这是历史上空降排名最高的 K-pop 女歌手歌曲。 Rosé 在 IG 上和火星哥彼此留言开玩笑，也获得了更多关注，让 Blink 也大赞 Rosé 新歌完全是先驱。